这款由封堂数位营运的娘得要命的三国内容还真的娘得要命，因为游戏把三国武将全都变性啦。身为刘邦后代的你，要好好培养这些娘子军，也要给他们好的装备武器，才能赢得每一场战斗的胜利。战斗最特殊的就是技能使用方式，有些技能要把下方的武姬头像滑向指定位置才能释放，也就是释放位置的拿捏会影响到战斗结果，玩起来还挺有趣的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